我们关注涉港的国安法。这次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呢，做出了就这个香港维护国家安定稳定的这个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样的一个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呢，也会就此制定专门的法律。我们想问，这是否表明中央调整了对香港的政策，是否放弃了一国两制？对于当下各方的回应，您又如何看待？一国两制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中央政府始终强调要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这是一贯的。因为你提到全国人大刚通过的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也表明要使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谢谢。东望想你睇新增咗赞分任务，每日签到同埋阅读指定新闻，快啲下载东望 app， 一边睇新闻一边赚到更多 OM.CC coin， 换取丰富奖赏。